好，呃，各位媒体，关于那个媒体上的那个爆料哦，那个都不是事实。我也希望各界可以详加查证哦，呃，不要以以讹传讹。那对于呃主办单位，我们市政府是协办单位，所以关于他们的相关的那个票务的规划，我们是遵照他们的程序来处理的。